从这里可窥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从这里可领略中华武术的源远流长。流派林立，名家登场，武林秘籍一览无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路教头，客聚一堂，敬请关注中华传统武术散手实战系列。释德军，俗名耿军，1968年出生，系少林寺31世皈依弟子，中国武术七段，全国10家教练员，孟州市10大杰出青年，河南省优秀青年新闻人物，河南省100家优秀民营科教实业家，焦作市政协常委，济南军区特警特邀武功总教练。1983年，拜于少林寺著名武僧素法大师门下学艺。成为大师的关门弟子，后经大师引荐，祭拜少林寺当代住持素喜大师和螳螂拳一代宗师李占元老师门下学艺。1989年，经省市教委批准，创办了孟州少林武术院，并担任该院院长和总教练，成为豫北地区最大的以学文化为主、以武术为办学特色的著名民办学校。2001年。省体委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确定该院为河南省武术训练基地。2002年，被洛阳师范学院定为武术教学实习基地。多年来，该院已为社会培养了4000余名文武双全的优秀人才，为公安保卫部门、体育院校和特警部队输送了1000余名特种人才。有300余人在省级以上武术大赛中获奖。26人荣获全国冠军，有30余人次出访新加坡、韩国、日本、比利时、英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少林武术节、全国武术演武大会、全国武术精英大赛等比赛中，德军先后6次获得少林武术冠军。在中华民间武术精粹大赛中，获得象征少林武术最高荣誉的达摩杯。他多次率团出访国外，在国际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成为少林派武术的杰出代表人物。少林功夫自北魏起源到现在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它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既有刀枪棍剑、斧钺钩叉套路的演练，又有少林72艺、36房等软硬功夫的修炼。少林功夫以朴实无华、内外兼修、注重实战而闻名于世。
受到了历代武术界人士的敬仰。今天我向大家讲解的少林传统功夫实战应用，是在传统少林武术套路的基础上挑选出的部分具有代表意义的实战招法，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广大武术爱好者通过本片能对少林功夫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一是斜行，斜行是少林功夫常见的掌法，少林小红拳、大红拳、封闭拳均有此招。现在我把斜行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左脚向左跨步，双手变拳，从两边合抱于胸前，下蹲成马步，身体左转，双拳前后拨出，两臂曲肘弯曲成弓步，目视前方，下面我把斜行的实战应用讲解如下。对方用右拳击我胸部，我右侧身闪过，同时起左脚，左拳向下压，右拳曲肘进怀里，向前推击对方胸部，左手向后勾带，第二是盘肘。盘肘是少林功夫中常见的动作，少林小红拳、大红拳、罗汉拳均有此招数。下面我把盘肘的单练讲解一遍。左脚向左上步，身体下蹲，左臂屈肘，回收胸前，左拧身，上架左拳，左拳屈肘，自右向左弹击，肘尖与左拳眼左脚尖要相对成三点一线。下面我把盘肘的实战应用讲解如下。对方用左拳击我上盘，我左臂屈肘向上架起，同时近身上步，右臂屈肘
盘击对方，软肋。第三式，猿猴束身。猿猴束身是少林小红拳里的一个动作。现在我把猿猴束身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右脚向右迈步，右手在胸前抓握变拳，左臂屈肘上抬，随后收左脚成丁步，身体下蹲，同时左拳向下插拳，目视左上方。下面我把猿猴束身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对方用右手抓我胸部，我右手抓扣其手背并外拧，右脚向后撤步，把对方向我怀里拉带，左臂屈肘上抬，然后在对方右臂内侧下压，形成左手握右手抓握其手向上，左臂扣压对方的右大臂，上下用力，同时身体下蹲，使对方腕部骨折。挑手劈拳。挑手劈拳是即防即打的招数，就是有单手折手，在防击对方攻击后随即用此手打击对方。这个招数为即防即手。下面我把挑手劈拳的单练动作向大家讲解一遍。我左脚向前上步，右手成拳，左手成掌，前后抡摆，随后右拳向上屈肘挑出，同时提右膝，随后落右脚，右拳向前直臂下劈。下面我把挑手劈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对方用左拳击我面部，我左脚向前上步，右臂屈肘向外向上挑出格挡，同时
右腿屈膝，顶击对方裆部，随后右脚在对方裆内落脚，控制对方的这个右脚，随即右拳向下劈出。第五式，武松脱铐。武松脱铐是少林看家拳中的一个擒拿动作。现在我把武松脱铐的单练向大家讲解一遍。上左脚，左手屈肘向外格挡，然后双手变掌向前砍出，直臂抓握成拳，屈肘回带，同时提膝下砸。下面我把武松脱铐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对方用右拳击我上盘，我微上步，左臂屈肘向外格挡，随即向前砍出，右手同时也向前砍出，抓握对方双肩或头颈，向里回带，同时提膝顶击对方小腹部。狮子张口是少林功夫中常见的招法，少林小红拳、大红拳均有此招。现在我把狮子张口的单练动作讲解如下。我左手撑掌屈肘向外格挡，同时抬右脚，右掌收回腰间，向前落步成弓步，双掌同时向前推出。下面我把狮子张口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我与对方格斗，对方右拳击我面部，我左手撑掌向外格挡其拳，同时上步在对方裆内落脚，左手顺势下滑于对方右胸部，然后右掌推按对方腹部向前推出。第七式，顺手牵羊。一，顺手牵羊顾名思义就是
顺对方之势，借对方之力，打击对方，顺手牵羊用得好，对方的打击我的劲越大，就收到的还击就可能会越重。现在我把顺手牵羊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左脚向后撤步，左手在面前向外抓握变拳，体继续后撤，左拳回收腰间，右拳向上屈臂，向下砸压成马步，下面我把顺手牵羊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对方用左拳击我上盘，我侧身退步，左手抓拉其拳，向着我的左下方拉带，同时右臂屈肘向下，用前臂砸击对方肩臂部，使对方扑倒在地。第八式顺手牵羊二，此动作和上一个动作其意义相同，但是刀法不同。本招是控制对方上盘和下盘来摔倒对方，达到目的的招法。现在我就先把顺手牵羊二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上左步成弓步，左手向前拖，右手经怀里向前探出，然后右拧身，双手随身拧而上下翻动成马步。下面我把顺手牵羊二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我与对方搏斗中，对方用右背拳击我耳背，我近身上左脚摇身躲过，顺势左手向前握抓其脚腕，继续向前近身，右手在其背后拍击对方后背处，左手向上托抬，右手向右拍掌。马步顶肘是一种常见的动作，是肘法中的主要肘法。下面我把马步顶肘中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左脚向左跨步，
右拳，曲爪，自右向左，在面前，合击，左手抓握右手腕，成丁步，然后上右脚，左掌抚于右拳上，右肘曲肘向右顶出马步，下面我把马步顶肘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对方用右拳击我中上盘，我左脚向后退步格挡，再向右脚扣住对方左腿，顺势近身，右肘向右顶出，盘龙肘是少林功夫中肘法的一种。下面我把盘龙肘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左腿向右腿后方撤步，撤步左手便拳平端于胸前，随即左转成弓步，右手背于身后，拳心向外，然后身体左转，左肘顺势平走，下面我把盘龙肘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我与对方格斗，我用右拳打击对方上盘，对方双手狠抓我右臂，并下腕擒拿拖住我上身下扑，我顺势左脚向后退步，扣其扣对方的双腿，再顺势身体左转，用左肘扫击对方软肋，使对方摔倒在地，第十一式蝶肘。蝶肘是少林功夫中一种常见的肘法，它是自上而下击肘的一种方法。现在我先把蝶肘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双手撑掌，右手上抬，左手从右臂外侧向前推起，使右掌回收变拳，同时抬脚上步，右手从上向下与左掌合击，
下面我把野肘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我与对方格斗，用变换拳法击打对方面部，对方一一破解。我左手经右臂外侧向前推击，并抓握其腕部，回拉，右手回手曲肘，自上而下截击对方颈部。第十二式挂踏，它是擒拿的一种方式。下面我把挂踏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上左脚，左手向上向外撩抓变拳，右手向上托起，上右脚伸直右腿向后拖胯，同时双手左手回手，右手向下压。下面我把挂踏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我与对方格斗，对方用左直拳击我面部，我右侧身闪过，用左手抓握其腕，右手抓按其大臂，抬腿向后磕击对方小腿，使对方摔倒在地。第十三式马步架打，马步架打是武术中常见的招法。现在我先把马步架打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上左脚，右手向上向外抓握变拳，回带于头上方，右拳经腰间，上右脚向前冲出成马步。下面我把马步架打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对方用右拳击我面部，我左手屈臂上架，并抓握其腕，进右脚，用右拳击打对方腹部。第十四式畸形步脱掌，畸形步脱掌是少林七星拳中的一个掌法。现在我先把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上右脚，左手向下压，并向后勾带，右掌向前向上
托起，左脚屈膝向前向上勾挂提膝，下面我把肌行步脱掌的实战应用讲解一下。对方近身用右拳击我胸部，我左手向下压向外勾挂控制其拳，左脚向上屈膝勾挂其腿，左手向上向前推其咽喉，上下用力使对方摔倒在地。甩包袱是少林短打中的一个招法，也是擒摔结合的实战招法。现在我把甩包袱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右脚上前一步，双手向上托起，并抓握变拳，退左脚，左拧身，上身前扑，双手向左后方摔出成掌，下面我把甩包袱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我与对方格斗，对方用直拳击我胸部，我左手外挑并抓握其腕部，右手自下而上握住其大臂，上右脚跟左脚跨步顶击对方腹部，双手下拉跨步上顶，使对方从我背部向前摔出。第十六式扣锤搓脚。扣锤搓脚是少林初级拳中的一个招法，现在我先把扣锤搓脚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近身上右脚，右拳屈肘下压，双手分开，双拳从外向里合扣，左脚向前戳出，要下中上三盘，下面我把扣锤搓脚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我与对方格斗，对方近身上步，用右拳击我中盘，我右拳向下下压格挡，右拳顺势扣击其胸，左拳顺势扣击其腰，左脚向前右方搓击其
右脚。第十七式，马前倒。马前倒是少林武术中贴身靠法的一种。现在，我把马前倒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上左脚，左脚外摆，左手在面前向左抓握变拳，回收于胸前。右掌从腰间抽出，上步呈马步，身体左转，左掌向前下方推按，下面我把马前倒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对方用右拳击我面部，我左手向外格挡，并抓握手腕，外拧，回带。右脚上步勾起后腿，右掌从腰间拖出，推按其小腹，同时身体左转，拧进下按。倒拔杨柳，俗称过肩摔，是武术中摔打动作的代表招法。现在我把倒拔杨柳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上右步呈弓步，左手上架，右手向前拖出变拳，左翻身，向左，双手随身转，向左摔肩。下面我把倒拔杨柳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对方用右拳击我面部，我左手上架并抓握其腕，近身用右手掏裆上右脚，左肩顶住对方腹部，左手向后拉带，右手右臂向上挑举，使对方从我肩上摔过。第十九式，倒拔杨柳二。倒拔杨柳二和倒拔杨柳一动作基本上相同，有一点不同，就是上一个倒拔杨柳是从前面摔击对方，倒拔杨柳二是从背后掏裆摔击对方。现在我先把倒拔杨柳二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
挪上左脚，双手食指上架，并旋转抓握变拳，继续向左翻转成马步。下面我把倒拔杨柳二实战应用讲解一遍。对方用右拳击打我面部，我头向右有意躲闪，双手向上交叉食指手夹击对方，然后右手内旋抓握其腕，左手内旋托抓其臂，向外向下向上拧，拉起右臂伸直背对我，此时我进左脚从背后掏裆，左肩顶于对方后腰，右手向右擒拿，右肩向上扛起对方，第二十式丹凤朝阳。丹凤朝阳是少林太祖长拳中的一个招法。现在我把丹凤朝阳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抬右脚，右手向外格挡下压，左手向右摆按，右掌从怀里掏出，向外用右掌和前臂向外靠击，下面我把丹凤朝阳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对方用左拳击我面部，我向外格挡并下压，随后对方用右拳继续击我面部，我左手向右格挡下压，使对方双臂在膝前交错，随即我上右脚贴紧于对方，控制对方双手不得活动，最后我从怀里把掌掏出，用前臂和右掌向外摆击，右腿靠近对方小腿，使对方跌倒在地，剪子手是少林短打拳中的一种擒拿擒摔动作。现在我把剪子手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右脚向前上步成弓步，
左手向外格挡，右手从下向上掏出，勾挂，回手，左掌向前推出，呈交错姿势。下面我把剪子手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对方用右拳击我面部，我侧身闪过，同时左手抓握其腕，右手从下后抓其大臂，上右脚贴近对方身体，左手前推，右手回带，使对方扑倒下地。脚手锁喉是少林短打的锁喉招式，在破解对方锁我咽喉的同时，来反击对方锁其对方咽喉。下面我把脚手锁喉的单练讲解一遍。右手从上而下下压，变拳收至腰间，正右脚左臂屈肘上抬，在膝前下压，上步成功步，左手直臂向前向下向乙环抱，右手从左后手向前推出，下面我把脚手锁喉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对方上步锁我咽喉处，我右掌下压，左手屈肘下压，其肘关节上步近身，右腋下夹住对方肘关节，顺势直臂向后搂抱对方后腰，右手顺势向前锁其咽喉。第23式，踩三手掏心锤。踩三手掏心锤是少林螳螂拳中的一个动作。下面我把踩三手掏心锤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上右脚，右手上架，在胸前抓握变拳，左手随即在胸前抓握变拳，右手回收腰间，右拳向前冲出，向前冲出，然后左掌在右臂外侧向前推起，右拳回至腰间，
左拳、内旋、抓握变拳、上左脚、右拳向前、抄击、左拳上架。下面我把踩三手掏心锤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我与对方格斗，对方用右拳击我上盘，我右手向外向下封抓其腕，左手顺势下按其肘关节，上右脚上前，右拳拳心向上冲击对方面部，对方仰头闪过，并用左拳向上架起。我左手经右臂外侧向前推起，抓握其腕，右拳回收腰间，提左步右拳向前掏击对方胸位部，第24式懒双棍。懒双棍是控制对方下盘，把对方摔倒地的一种摔法。现在我把懒双棍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左脚向前上步，双手向上向外架开，并轻身弯腰成弓步，双手向前向地抽拉回抱，左脚向前前顶目视后方，下面我把懒双棍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我与对方格斗，对方以双峰贯耳之势击我双耳，我双手向上架起，向外侧控制其双臂，顺势进一步推腕，双臂向后顺势向下抓住其双腿的腕部，用肩膀向前顶，双手后拉，使对方摔倒在地。下面我把裤裆脚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左脚向左跨步，左手收于右胸前，右脚回收，右手向前滑弧，向后勾手成勾手，身体下蹲成丁步，起身抬右脚向右前方平踹，
下面我把裤裆脚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对方近身，用右脚踹我腰部，我侧身后退，用右手搂勾其脚，勾住其腿，向后勾搂，收右脚向对方支撑大腿踹击。小鬼推磨属于少林武术中出其不意擒摔对方的招法。现在我把单练讲解一遍。我上步用右直拳向前冲，随后我左手在右臂上侧向前推抓，变拳向左回带，同时在左转的同时回带向下压成马步。下面我把小鬼推磨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我与对方格斗，我右拳击打对方上盘，对方双手分抓我手臂，用杯摔摔法欲把我过肩摔倒。我此时含胸趴于对方后背，用大腿顶于对方胯部，左腿顶于对方后腿，左手向右抓对方头发，身体以腰为主左转化对方的力量，右臂左手同时向左与腰向左转，同时用力把对方控制在我双臂之下，27式握枕。握枕是少林功夫中常见的动作，如少林罗汉拳里面就反复演练了几次动作。此动作是贴身靠筏的一种实战功法。握枕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左脚向前摆步，左手向下磕击，再上右脚右拳，右臂直臂向左合扣，左手握拳下压，屈臂下压，右拳从怀里掏出向前向外曲肘靠击，
我把握诊实战应用讲解一遍。我与对方格斗，对方近身搂抱我，正面搂抱我腰部，我侧身退步，左手磕击对方右手，右转身，右手直臂磕击对方左臂，右脚随即上右脚扣起腿，再下压双臂，下压双臂从怀里掏出，向外向后靠击，右臂控制对方双臂不再上前，霸王甩鞭是用双臂甩击对方的招法。现在我先把霸王甩鞭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左脚向前上步，右臂向上，屈臂架起，屈肘架起，然后双臂伸直，双臂伸直，同时向左甩击成跪步，下面我把霸王甩鞭的实战应用讲解一下。我与对方格斗，对方出拳击我上盘，我上架防守，随即顺势直臂，直右臂，左臂伸直，右臂伸直，上右脚双臂同时摔击对方后腰，三崩手是少林七星拳里边的连环三招的招法。此招法是连续攻击对方下攻上三盘的招法，属于连环的招法。现在我把三崩手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双手抱拳，抱拳于腰间，身体左转，左脚外盖，上右脚，右拳直臂向里，裹手旋转，裹手随后上步成马步，右臂微屈向右截击，然后屈肘回首，撞肘，再右转身成弓步，反背扳手，下面我把三崩手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
我与对方格斗，对方近身用脚踢我下盘，我左转身左手防守对方，然后上步上马步右拳击打对方腹部，我连续顶肘击打对方胸部，再进步连续用反背掌击打对方面部，第三式是封手绷圈锤。封手绷圈锤是少林武术中连环击打对方的招法。现在我把封手绷圈锤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上左脚，右手向下抓握扁拳，左手向下抓握扁拳，右手回收腰间，盯胸前向前用反背面向前绷击，随后由左手在右臂外侧向前推击，右拳回手，左手撩抓，上右步右拳向前分击，现在我把封手绷圈锤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我与对方格斗，对方右拳击我帐盘，我侧身闪过，立即右手向外向下封抓其臂，左手随时下抓按其肘关节，上左脚用右拳绷击对方面部，对方上架撤步，我随即用左掌向前推击并抓其腕部，紧跟上步用拳背打击对方耳背，第三十一式金钩挂腿。金钩挂腿是控制对方上下盘摔击对方的一个方法。现在我把金钩挂腿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上左步外摆脚，左手在面前抓握扁拳，回收胸前，右手掌在胸前向前砍出，
勾起右脚，右手顺势向后成勾手，向后勾出，下面我把金钩挂腿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我与对方格斗，对方用左直拳击我上盘，我左手向外踩抓对方腕部，屈肘下压其臂，向外勾搂成勾，随即右脚向前勾踢，同时交错用力把对方摔倒。第32式跨毛篮。跨毛篮是擒摔对方的招法。现在我先把跨毛篮的单练讲解一遍。我上左脚向外摆步，左手在面前抓握变拳，回收腰间，右臂屈肘向上挑出，右脚向前勾踢，勾踢，然后左脚成马步，左转身，右臂屈肘向右下方截击，左拳抚于肘关节处，现在我把跨毛篮实战应用讲解一遍。对方用左直拳击我面部，我闪身躲过，随即左手向外抓握其拳并回带，右臂屈肘向上挑击其大臂，欲把对方摔倒，同时勾踢，勾踢对方前腿，对方抬腿闪过，我随即落脚近身，用右臂绷击对方腹部并下按，第33式罗汉伏虎。罗汉伏虎是少林武术中擒拿对方的招法。现在我把罗汉伏虎的单练讲解一遍。我左手扣抓右肩，变拳回收腰间，退左脚，右臂直臂提起，屈臂下压成马步，下面
我把罗汉伏虎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对方抓拍我右肩，我左手扣抓其手臂，并外旋回带，退左脚勾带其手，右手直臂提起，向下曲肘下压成马步。现在我把斜飞式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抬左脚落地，上右脚成马步，双手左手心向下，右手心向上，在胸前交叉，右转身成弓步，双手前后分开，左低右高，下面我把斜飞式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对方右拳击我上盘，我左手格挡，收脚摆步，勾其后腿，右手在胸前插出，然后右凝身，右臂向外向前，直臂摆出，把对方摔倒在地，下面把双龙出动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右手下腕，左手上架，经身上左脚，然后双手内旋变拳，从腰间向前掏出成弓步，下面我把双龙出动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对方用超拳击我胃部，我右掌下腕防守，接着对方用左拳击我面部，我左手上架，双手向外推对方双手，同时上左脚近身，双拳回收，向前掏击对方胃部。第36式斩妖掌。斩妖掌是武术中身法的一种，是由一种控制对方的双脚用掌击打对方的脑部，起到把对方
摔翻在地的目的。现在我把斩妖掌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左脚向前落地成钩子脚，右腿下腿，左手向外搂抓变拳于腰间，右手从腰间向左侧推出与腰平，下面我把斩妖掌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对方进步用左拳拳击我面部，我右侧身闪过，左手搂抓其手臂并外拧回带，左脚勾挂其前脚，右手推击腰部把对方摔倒在我的左侧。第37式牵牛锤。牵牛锤是我用双手牵制对方的手臂，我们在握手中我在反手打击对方的招法。现在我把牵牛锤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退右步，右掌看掌，退左脚，左掌看掌，退右步，再上右掌，右掌变拳，回拉于腰间，左臂曲肘，向下直臂插出，然后右臂再向外向前回抱于腰间，然后右臂直臂向前下劈成弓步。我把牵牛锤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我与对方格斗，对方用连环拳击我面部，我右掌向外格挡，然后踩抓其腕下按回带，左臂向下直臂下压，向前搂抱其腰，用左臂要下夹其大臂，右拳下劈对方面部，38式撩阴锤。撩阴锤是少林功夫中指上打下的典型招法。下面我把撩阴锤的单练动作讲解一遍。我双手抱拳于腰间，上右脚成马步，
出右拳，在左手下风，右手向上反背击出，成反背锤，然后左手向外推起，抓握变拳，左脚成抽步，右拳从下向上撩出，下面我把撩阴锤的实战应用讲解一遍。我与对方格斗，我近身击打对方腹部，对方右掌下按防守，我左手从上击中对方，起身用反背击打对方面部，对方左手上下防我右拳，我左手从右臂外侧提抓对方手腕，并左转身退步击打对方裆部，